林。然后我们要去这个 Arrowtown 搭的12号车，前面那里就是搭空中缆车的地方。我们现在来到 Arrowtown 这个地方，这里的公共厕所也未免太高级了吧？都是要，他直接用感应，然后开门。然后开门之后呢，它的感应的地方超多的，你要卫生纸也是用感应的。然后我想说，这冲水的在哪里？它是等你这里的水用完，它才冲那边的水。Arrowtown 呢，它这边就是一个以前淘金的地方，对，它这边的金矿很多，然后随随便便好像都能淘到金。那个是对，那个是以前了。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小景点，观光景点小镇，很可爱的一个小镇。所以厕所才这么高级。它这里其实每一个建筑物都很漂亮，嗯，都很可爱。嗯，然后我们今天又遇到下雨，但还是觉得很漂亮。走在这里就是 Post Office， 很可爱的一个小邮局。我们现在来到他们的邮局，然后它后面这个红色的邮箱很可爱，很多人在这边打卡哦。邮局都这么可爱，它这边就是有写要寄送东西的桌子。然后还有卖一些书本，然后礼品店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一家卖专卖糖果的店，里面全部都是很有趣的糖果。糖果店逛了一圈，因为里面实在是太挤了，而且好多小朋友在那边找糖果，所以就没有拍里面的照。它就是有很多的糖果这样子。这个小镇啊，像是有一些小店，然后还有一些精品店，然后也有卖一些pharmacy 啊 ，bakery， 然后前面有糖果店，然后卖衣服的店。然后我们现在在 Arrowtown 这边啊，它这里有一家葡萄牙公园的 ice cream 店，它这个就是 Wanaka 跟 Crystal 那个的起始店，理解？看看里面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它这边的冰淇淋啊，跟 Wanaka、Crystal 的都是一样的口味。走过来，这里有一个房子，它就是大家都会在这边拍照。然后它是一个 police camp 以前的。那它前面这里就是之前中国人来这里淘金的地方，然后住的地方。那它这里就有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它这个地方很漂亮哎，就是以前华人来这里淘金的住的地方。然后它这个一路上都有那个介绍他们在这里的过程。对对对。欸，他们介绍的还蛮仔细的，就是他们说啊，他们刚开始远渡而来这边，然后为了赚钱，其实他们一开始都是蛮遭受鄙视的、歧视的。可是后来因为纽西兰这边的人口实在是太少了，然后所以政府为了要让这边当地人口比例变高，所以他们更改了一些政策。这个小房子都是建在这个岩石的旁边，它这个就建造在岩石的旁边，酷，就是岩石。这里就是要走进去之前中国人的在这里挖矿的地方住的地方。前面这里是雅林商店，就是住在这边的华人以前的最后一间商店。来看看它这个里面有什么。哦，它这个商店果然这空间比较大。那我们现在在 Arrowtown 这边，我们现在要去走一个步道，大概走一个小时。然后它的地图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在 Arrowtown 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在走这个 Arrow River 的 track。就在沿着河边走，不过因为刚下完雨，所以地上都是泥巴、泥泞。这一路都很壮观哎，然后这条步道它也是魔界的场景之一。然后他说有一些地方是要用想象的。可是我们看这里，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超像魔界场景的。对，想想，哇，超美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走到这个有一个瀑布，很漂亮瀑布的地方，就是这个 track 的终点。
水晶走下去了。啊，到了桥就是这个 track 的终点了。那我们现在要走过这个桥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刚刚走那个桥过来，走到这里，它这里也是有一条路可以到 Arrow Town， 但我们不知道这边的路怎么是不是很泥泞或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们打算走原路回去。现在我们走完旁边的步道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这边吃一点东西，现在是大概两点左右，我点了一个派，然后它这边就是有一些派啊跟咖啡啊，然后我点了一个牛肉起司派，我们点了一个 steak and cheese 派，然后还有这个塔，然后我点了一杯咖啡。嗯，这些就是蛋欸，蛮好吃的，就真的是蛋。我这个派也很酥欸，我觉得我这个也蛮好吃的，而且它外皮很酥，里面的料也很多。哦，我里面有肉肉。现在是6:30。哎，其实6:30也蛮多店都开，有一些店餐厅都开了啦。我们今天要去米佛峡湾，我们参加了一个从 Queenstown 出发的团，我们现在在集合的地点。搭车到那边应该要4.5小时，然后它这个集合的地点啊，其实就是在港口的旁边。然后我们参加的团，他会先请计程车带我们来港口的旁边这里集合，这样。然后回程的时候就没有计程车的接送。现在9:25，我们的 bus 停在提亚瑙这个地方。提亚瑙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搭船去米佛峡湾的前一站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停留半小时。然后在它这个小镇啊，也有是有一些礼品店啊，跟户外用品店这样，然后跟一些咖啡。然后我前面就是提亚瑙湖，这里。然后在提亚瑙小镇呢，它这里也是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，像是 jet boat， 就是沿着湖边的活动。那提亚瑙湖呢，是南岛最大的冰川湖，然后也是新西兰这边的第二大湖。现在停在一个中间的拍照点，超漂亮的。我们在前往米佛峡湾的路上，就是那种很多的第二个开照点，然后最江景这样。然后看漂亮的瀑布，那边也有很多的小瀑布。Everybody, close your eyes. Don't cheat. You're only cheating yourself. Well done, the team over there, the lovely Clairdale Valley, also known as the Valley of a Thousand Waterfalls. Winner is Thumpin.这个船呢，就是开到这边湖边这样子绕一圈，然后它这里有几个景点会停下来让我们拍照，然后它这个行程是2小时。耶，我们上船了，我们的船是1:15的，赶快去找一个好位置。上船喽！
哇，这就是船的里面，然后它这边有卖吃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在参观二楼的位置，哇，这里的视野也很好哎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排沙发的位置。哇，这最上面这层还有假草。米国峡湾这边呢是非常容易下雨的，所以很常遇到下雨。有的人订的那个套票是有附餐点的，然后他这边也有一些纪念品可以买。在这个米国峡湾呢，它这里就是有成千上万的这种小瀑布，然后还有大瀑布。大家都在拍瀑布，真的超壮观的。订票的时候啊，他就跟我们说一定要穿防水的衣服，因为会有瀑布的水泼到我们，然后我们今天又下雨。哇，好棒哦！可是好漂亮，天气好像变好了。现在7:30回到了 Queenstown， 然后参加完那个米国峡湾的行程， yeah. 然后开过去跟开回来都大概要4个小时，超久的，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饿扁了，真的，赶快来找东西吃。我们点了两个咖喱，两个都是他推荐的，然后他是说一个是比较有奶香味，然后一个是 coco 奶的味道，然后我们还点了这个馕。我们要开始吃了，他这个馕好像很厉害。好好吃哦，赶快来吃，你都吃了，好好吃。嗯，可是这个金额有很多哎，还有